首先仰卧，将双手放喺身嘅侧边，双脚屈膝，然后收腹，将下巴收起，然后提升臀部，令到脚、臀部、腰成一直线，维持5秒，同埋保持正常嘅呼吸。这个桥式有助训练腰部的肌肉，亦都注意颈部如有不适，可以加个枕头放在头部的后面，重复做5次。